好声音下一季导师风波还未平息，刘欢又在做客某节目中打击好声音老底，放炮称好声音节目组为增加煽情成分，大肆加工选手背景经历，好声音变好编剧。在谈及当时选手徐海星的经历令自己感动流泪时，刘欢称很多被主办方做出来的故事自己并不知道，暗示主办方拉着选手合伙演戏骗眼泪。节目制作方啊，就是说你不知道，他们知道。对，他们知道，但是他们试图想做一些什么，但是经常的这种成功率会很低。对，因为我们都不配合。他只能是尽他们的努力，他们总是希望能挖有一些故事在。对，嗯，这个从制作方呢，你觉得他也无可厚非，他希望一个煽情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他在抠着这个故事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说实话，他们这一点就是故事是可以有，但是故事不是你做出来的，故事是他在那儿而已。就是如果这件事儿有了，那大家了解就是了。你愣弄出一个事儿来，最后会适得其反的。刘欢虽然不愿意透露哪位选手的故事来自节目组的制作，但称绝大部分的故事均以失败收场。有什么弄失败了的故事吗？比较可乐的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，但是他们讲他们的大部分，或者说绝大部分，这是他们跟我讲的，绝大部分都失败了。优酷娱乐播报曾经报道，优酷我是传奇二欢乐季华丽登场，郭德纲吴宗宪联手招徒，十大卫视偶送春晚，传递欢乐正能量。我是传奇二欢乐季牛人报名已经开始，